纳豆一月底因脑出血紧急开刀，术后不只要住院，还全面停工，让外界都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。不过在白色情人节这天，纳豆的女友依依终于晒出最新合照，向大家报平安了。照片中纳豆理成了小平头，身材虽然明显小了一号，但气色还是很不错，让大家都放下心中的大石头。而依依po出的照片可以看到，两人站在马路上深情对望，露出灿笑，双手紧紧牵着不放。另一个影片则是他们一起躺着，摆出嘟嘴睁眼的俏皮表情，画面完全布满粉红泡泡。其实住院将近50天的纳豆，在今天也传出已经在家人陪伴下坐着轮椅出院，不过却被舅舅侯友宜否认传闻。对此，依依透过经纪人表示，豆哥现在心情方面很不错，身体方面也恢复得很好。依依除了工作以外，就是陪在豆哥身边，他们两个都很开心，希望豆哥能早日康复。依依也辛苦了。